Sa sa inyo na ang pagsasahim papawid ng ating Chinese program. Gun chinai ti pe, di si i pian i xia e xiong te. Di zhi duan yi qing ji gan, luo zui si zun deng bun due gap jian duo e bo kak ding xing wei se tio gun e si zun. Gun long ji ho le bang qi. Gun gam ge gao bu zuo gap zuo bong. Gun ong ong wei ji di耶稣基督，阮的以马内利常常甲阮相隔伫咧，伊犹原行神迹，一直到今仔日。当以色列人面对腓力斯人的攻击时，撒摩尼对以色列全家讲：“恁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着将外邦的神对恁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。”单单的侍奉伊，阮的心中家内可能无偶像，但是真侪时阵，阮为家己的健康、家庭、事业、工作、学业、期限、甲未来来忧虑，或者家头的担忧。当问题出现时，阮次次以家己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而且无祈求你的旨意，上帝啊，求你提醒阮，正亲像撒摩尼提醒以色列人，何石头起名叫以便以下，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阮，是的，直到如今，你犹原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随时的帮助，因此阮随时随地。只管坦然无惊，会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赐予阮撒摩尼的意象，超过阮的困难，继续相信你，因为你永远未改变。俄罗甲基督是奉靠耶稣，阮随时会帮助的名。阿门。咱这时三甲来念主祷文，阮伫天顶的爸。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所日用的饮食，今仔日赏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予阮拄着试探，拯救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，拢是你的。直到代代心正所愿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能够一摆上合伫这所在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今仔日咱要来看古约啊，撒摩尼记上第七章。我来问你讲，伫菲律宾有啥物出名的纪念碑呢？特别伫马尼拉这个所在，欠在你会想到。就是伫丽莎公园，伫这个卡罗干，这文化秀诶纪念碑。但是当你看到这两个纪念碑的时阵，你想到什么呢？头一项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有人讲啊，这个丽莎的纪念碑，你看到后壁起一个大大厦，大煞风景啊。你若去看这个卡罗干，这个文化秀啊。这个纪念碑啊，你看到真多车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是 traffic 啊，快车啊。其实，咱看到一跩纪念碑的时阵啊，应该咱就会记得讲，这是甲菲律宾独立战争啊这个标记啊，也是象征了什么？自由甲公正。伫古约的圣经中啊，记载了真多的纪念碑。今仔日咱要看另外看一个其中一个真重要的纪念碑，名叫做以便以下，意思就是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咱。伊唔单单是一个纪念碑，以便以下也是一个所在的名。咱今仔日咱要来看撒摩尼记上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二节。基列雅林人就落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起，放伫山顶阿比拿达的家中。
分派伊个囝伊利亚撒看守耶和华个约柜。约柜伫基列雅林真久，过了二十年，以色列全家拢倾向耶和华。撒母尼对以色列全家讲：“恁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将外邦个神甲阿斯塔略对恁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个来侍奉伊。”伊就较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略甲阿斯塔略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撒母尼讲，要予以色列众人来聚集伫米斯巴，我好为恁祈祷耶和华，因就聚集伫米斯巴求水，压伫耶和华面前，当日就金甲讲。阮得罪了耶和华，伊是撒母尼伫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。非利士人听起以色列人聚集伫米斯巴，非利士的首领就来要来攻打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听起就惊非利士人。以色列人对撒母尼讲：“愿你无停的为阮呼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求阮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撒母尼就将一只只呢的羊羔献予耶和华做全身的烧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伊。撒母尼正献祭的时阵，非利士人进来要甲以色列人争战。当日耶和华就大发雷声，惊乱非利士人。因就拜伫以色列人面前，以色列人对米斯巴出来，对赶非利士人，虐杀因，直到别加的下边。撒母尼将一块石头立伫米斯巴甲善的中间，和石头起名叫伊便以下，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阮。是的，伊便以下，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阮。请咱注意，到如今这三字真重要的字。到如今就指着以往的年日，耶和华帮助，真经帮助你，无论伫贫顺还是患难中，伫丰富还是缺乏中，伫健康还是病痛中。在欢乐还是伤心中，在坚强还是软弱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款的境况，耶和华拢无离开过，伊拢伫遐咧帮助。到如今这三个字，啊，指着现今，甚至直到将来，虽然咱会遇到无好的环境，遇到挑战，遇到试炼，但是耶和华有缘的帮助，其实这就是信心的一个宣告。所以以便以下就提醒咱上帝的历史中怎样帮助伊的百姓，同时也保证上帝有缘的帮助咱，为咱为着要互咱国家而来欣赏以便以下。一个纪念碑，咱需要来了解伫第四章中另外一个以便以下，就是一个所在的名，一个也是一个战场。撒母尼记上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安尼讲：以色列人出去，甲非利士人拍战，安赢伫以便以下；非利士人安赢伫阿弗。非利士人就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就摆伫非利士人的面头前。非利士人在战场顶面就抬了因的军兵，约有四千人。在这一摆的征战中，非利士人干呐，因拍赢了，因抬了以色列军队内面的四千人。所以以色列人都去到赢队的时阵，
因就讲为什么咱属乎非利士人呢？为什么耶和华乎咱属呢？所以就想到一个方法，有法通打赢敌人的方法。伊讲如果咱将耶和华的约柜带到战场顶面，咱的确会赢。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甲咱撒个地带，耶和华甲咱同在的时阵，谁啊有法通打赢伊呢？当时以利的两个家来做这事，所以就将耶和华的约柜对示罗安尼寄到营内面。以色列人、以色列众人看到约柜来到因的营中，因就来欢呼欢呼。伊讲这一摆咱的确得赢了，所以因就将约柜带到战场去。结果怎啊呢？因输国个惨。因输国个惨，圣经讲以色列的步兵多了死了三万人，唔难啊安尼，以利的两个家，这些事拢受害，甚至上帝的约柜和敌人来掠去，所以在这个以便以下的战场顶面，以色列人实在是败得真凄惨。但是在第七章十二节，讲到以便以下的这个纪念碑的时阵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德性。同样的敌人，非利士人，这两场的战争相差二十年，结果是真大的无相上。以便以下的纪念碑，到底带来什么意义呢？怎样对这个失败的以便以下，跟我到德性的以便以下呢？有两项咱要注意。第一，要认清家己的不足，认清家己的不足。当百姓远离上帝的时阵，无依靠上帝，依靠家己，因的确失败。当百姓远离上帝，无再依靠上帝，但依靠因家己，就会失败。因为当初时，百姓只有什么，富有其表来欺骗上帝，外面看起来看得像真虔诚，其实内面空空。因以为安尼，我能欺骗了上帝。在以色列人输输的时期，因圣经讲。百姓因惊耶和华眼中看做恶的代志，无专心归向耶和华，无单单的来侍奉伊。因一方面侍奉上帝，一方面来敬拜主巴力甲阿斯塔略。虽然因讲伊无完全的离弃上帝，但是因无专一的心，因为当时。因啊敬拜别神，我通讲这是双脚踏双船。伫头一摆因拍拜的时阵，因输的时阵，伊就想到如果有耶和华的同在，因的确会赢。伊认为若有约柜，若有这是上帝的确会保护因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有一款迷信的观念，迷信的观念，伊将。约柜当作核心的符，安遐有法通保护伊呐？护身符啊！伊这个看得出，我这个伫我信主的时阵啊，在世时会保护我。伊讲啊，这个约柜真好，咱若有约柜，上帝的确会保护咱平安。其实有真侪基督徒也是相款啊，有真侪跩迷信的观念。甚至有人讲啊，圣经啊真好啊，啊有一本圣经真好、啊。所以呢，暗时啊，要困的时阵，就说圣经该放伫枕头下底，看啊，予咱阿弥有法通较好困，会保护咱袂做歹梦。其实圣经唔是一款的功用，圣经是要咱来读，是要咱来默想，是要咱来照着上帝的旨意。安遐来生活，有的人认为讲，伊要敬拜上帝，看得出无够个啊。
就我加拜别的神啊，这个呢多多益善，所以这个呢未好些啊，至少另外一个神啊，有法通帮助我。但是伫圣经内面，咱看到上帝的要求是着专一敬拜侍奉伊，唔通有别的上帝，因为耶和华上帝啊是至圣的上帝，伊所要求的就是专一的敬拜伊，专一的听伊。以色列人当时因是富有其表啊，外面看起来真水。因以为安尼有法通欺骗上帝，有法通得到上帝的帮助，结果上帝予因失败，予失败临到因的身上。伊要予以色列人认清，因是甚物啊？只有外表定定，唯有外表的虔诚，因的内面、心内面、因的灵内面，却甲上帝来所愿，因为因活伫罪中。所以上帝要因干呐，来认罪悔改归向上帝。到第七章，咱们所看的第二节，讲到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拢倾向耶和华，这是头家撒摩尼的事工。啊，倾向耶和华，我通翻译过什么？以色列全家拢悲伤哀痛。会来仰望着耶和华，这其实就是心灵的工作。安利当约柜啊，第20年前受的爱时阵，以色列全家就应该着来悲伤哀痛，着来仰望耶和华。但是真可惜，迄个时阵因心内面真刚硬，毫无懊悔的意思。但是上帝无帮助因。上帝灵却一直在因的心中安遐有运行，所以过了20年，因就悲伤痛悔，会对因的心安遐来归向耶和华，因就伫上帝面头前干呐认罪。所以伫第六节讲，当日因就感谢讲，阮得罪了耶和华，因感谢，因祈祷，因认罪。其实认罪是归向上帝一个真重要的一步，是无法通缺少的。因唔然啊认罪，圣经讲因也是悔改。所以第四节，伊讲以色列人就丢掉朱巴力甲阿斯塔略，单单而来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因用实际的行动。来表明因内心的懊悔甲悔改，因承认讲敬拜外邦的神是罪，所以因就将这跩外邦的神改除掉，改变因的方向，单单而来侍奉耶和华。伫圣经中讲到悔改的时阵，唔然啊心内面一款的痛悔，一款的懊悔。更加是有行为顶面的改变，就是甲罪个呐一刀两断，这才是真正认罪悔改。第三，因啊专心祈祷瓦靠上帝。圣经安尼讲，当以色列人因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时阵，非利士人就来攻击因。记得未？20年前，以色列人的失败，非利士人因为上帝刑罚因，所以因将因所掠来哦，所推去抢去，这个约上帝约柜就送回到以色列队，约柜就收徛伫基列雅林20年。那伫这个期间，以色列人一方面敬拜上帝，一方面也是侍奉主巴力。甲阿斯塔略，啊，朱巴力甲阿斯塔略，这跩是啥物啊？非利士人所拜的神，所以当因咧拜跩神的时阵，圣经无记载讲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。但是伫第七章，
当以色列人归回上帝时阵，敌人就立刻按下来攻击伊。在咱做信徒的属灵的旅程内面，也是相反一款的代志。当咱立志要来听主，当咱愿意按下来侍奉主，来遵照伊的旨意来行时阵，魔鬼的确袂帮咱耍，伊的确会来攻击咱。现在因困难、因试探、因艰难、逼迫咱，互咱离开上帝，互咱无搁再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。我相信你曾经捌有一款的经验。当以色列人因安尼拄着敌人攻击的时阵，因怎啊来做呢？因基督耶和华来赢过。因基督耶和华，伫第七节到第十节，圣经安尼讲：腓力斯人听去以色列人聚集伫米斯巴，腓力斯的首领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听去，就也惊跩腓力斯人。以色列人就对撒摩尼讲：愿你无停。会为阮呼求耶和华，愿你无停会为阮呼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求阮脱离腓力斯人的手。撒摩尼就将一只只呢的羊羔献予耶和华做全心的烧祭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干哪应允因啊，当日。耶和华就大发雷声来惊乱腓力斯人，因就摆伫以色列人面头前。我真爱这百姓对撒摩尼所讲的话，愿你无停会为阮来祈祷。你为阮祈祷，阮也惊敌人来。百姓无搁再靠家己，因为因知影家己的不足。当咱专心祈祷、倚靠上帝的时阵，上帝会为咱成全，予咱得到胜利。是会能看到以色列人因对失败的一变一下，进入到敌性的一变一下，的这个纪念碑，纪念碑，因为因认清家己的不足，因认罪悔改归向耶和华。专心祈祷倚靠伊，毋但那安尼，因也认定了上帝袂改变。我伫遮爱来分享三方面上帝的特性，啊，也是讲上帝的属性袂改变的属性。第一，上帝的信实不变，一变一下，的意思是啥物？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阮。上帝以前曾经帮助过以色列人，现在犹原要来帮助伊，因为上帝的信实永无改变。对亚伯拉罕、到以撒、到雅各，对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，耶和华常常来帮助伊，因为上帝甲因立约，要做因的上帝，所以上帝就义务。义务来保护因，来带领因，来帮助因。所以上帝的信实对头到落尾，拢一直伫咧帮助因。但是，欠出来滴讲，看你当咱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咱看到因受了真侪的苦楚，上帝看咱从无帮助因。到底上帝有帮助你啊？无，有诶，有上帝有咧帮助你，但是偌侪时阵，以色列人无愿意上帝的帮助，因爱因行家己的路，家己做因家己的代志，上帝就伫遐咧听候，听候什么时阵要将恩典予伊，因为上帝安尼应允过，其实上帝的应允。有法通帮助，有法通予以色列人来面对
头面前所遇到的最困难。有一位作者叫做本人约翰·詹伯尼安，他写了一本很漂亮的书，叫做《天路旅程》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有办法去读，因为这是说到基督徒信主了后，我们奔跑天路所遇到的这些事。当然这本书里面说他的主角是名叫做基督徒，但基督徒信主了后，他就决定离开那个将要灭亡的声，要教我靠上帝的声。所以在经过的旅程当中，他遇到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试探，很多的危险，但是他也遇到很多的朋友来帮助他行这条天路。有一次，他甲伊一位朋友名叫做潘梦，因安遐咧奔跑这条天路，但是因感觉这条天路无好行，所以因就离开这条道路去行这条行这条水路，伊以为安尼会较好行。结果呢，伊就和这个大善人名叫做郭绝梦安遐来掠去，关伫监狱内面。有念安遐个锁咧，互因无办法通来离开，所以因伫监狱内面就真绝望。即亲像咱基督徒同款，咱若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会失望，甚至咱会常常会变到到绝望的地步。咱就讲算了吧，毋免阁行落去了。所以即基督徒伊就是陷落伫一挂绝望当中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有盼望伫伊个身边，盼望就一直鼓励伊，讲唔通绝望，咱就向上帝祈祷。所以两个就伫监狱内面唱诗歌祈祷上帝。有一日，基督徒就忽然间想起来，讲啊对啊，我咧未记得啦，上帝曾经将一支锁匙予我，一支锁匙叫做啥物啊？叫做英文，伊找来找去，啊，就找到伫伊个口袋内面吼，伫伊个裤内面，伊将一个锁匙摕起来，原来一支锁匙是叫做英文啊，伊是万能的，伊有法通开所有的锁，所以基督徒个盼望啊，就为摕一支锁匙来开伊手的遮点。然后来开一个家格的门，甚至出去的时阵，所有关掉的门，因拢有法通开，因就脱离了这个大善人这个绝望，而躲到什么啊？躲我当来行一条通要到到天堂的一条路顶去。那本人约翰，伊要跟人讲什么呢？伊要跟人讲，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会拄到困难。甚至咱会拄着绝望，但是咱免惊，因为咱有法通用上帝所予咱的应允的这个约、这个锁匙，就是上帝的话，有法通来开所有拦阻咱的门。上帝要甲咱开一条出路，因为伊的信实无改变。唔单单安尼，圣经也是甲咱讲，上帝的良善无改变。有一首短歌，满有真水啊，满有意思。伊讲上帝真好，上帝真好，上帝真好，伊对我真好。英文是 God is so good, God is so good, God is so good, He is good to me。是的，咱的上帝实在是真好，伊的良善永未改变，伊乐意帮助咱。第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。圣经讲，耶和华必然听候，要施恩予恁，必然兴起好怜悯恁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，凡听候伊的，拢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必然听候，伊听候要干哪？伊咧听候要主动的施恩惠予咱。总是人时常因为骄傲，唔肯来接受上帝的帮助。所以上帝啊，出在因安尼，互因到崩壁的时阵，但是当咱安尼啊来俯伏伫上帝面头前，谦卑落来，
上帝就帮助咱，为咱成就了个大个艰难的代志。我唔知影你捌曾经来找人帮助，你找人帮助，因为你需要帮助，但对方伊唔肯，伊就用真侪理由按下来提示。但是你知影伊有法通帮助你，但是唔知干哪，为着什么款的理由，什么款的原因，伊唔肯。在这款的情况之下，你感觉怎？我的感觉真失望，我的感觉真伤心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咱的天父，伊是乐意帮助咱的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讲，恁中间有缺少智慧的，就求迄个赫赐予众人，也无指责人的上帝，主就的确赐予伊。圣经敢若讲，咱的上帝是慷慨的上帝，伊高高的赏赐予咱，然后伊若要赏赐予咱，要帮助你，伊也无指责人的上帝。上帝袂讲，哎，你若反抗啊！啊，我敢若你头壳若反对啊，敢若你若无听话，你到时阵才要来找我。啊，好，我来帮助你。唔是啊，这甲咱做父母的无啥相。有时咱的子弟来找咱，要来帮助，咱要帮助伊以前，咱创啥？咱会该干嘛？该训他一顿，哈！该讲你，我今是跟你讲，你就安尼创，安尼创，安尼创，你无要听话，找咩咧？啊！你顺从无好，袂好势咯。来，我帮助你，我教你。啊，咱会个该干哪？该骂者。所以有的爸，有的囡仔无爱找爸母，就是安尼。我都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，你无。你帮助我就是咯，干那恁那着我骂我哦，换那话讲，干那恁那着我审问我，我无真爱。但是咱的上帝却唔是安尼，咱有法能随时，咱就大胆用信心向上帝祈求，伊的恩典是超过咱所想所求的，因为伊的良善无改变。第三，上帝的带领未改变，上帝不但肯帮助咱。伊也有法通帮助咱，因为伫伊无有难成的代志，无论大小事，咱有法通带到上帝面头前。当咱夹袂起的时阵，伊会为咱来夹，也引出咱来行。我记得啊，伫台湾咧读神学的时阵，阮做学生的啊，阮有轮流啊来做膳食的工作啊，就是将菜啊。啊！伫要食的时阵，就对灶卡将淮菜该起咧、该摆咧、倒咧啊，和同学按下来食。其中一项啊，阮就将这个什么啊，叫做饭盒啊，真大的这个饭盒啊，啊，两个大的饭盒啊，起咧啊，这个车的顶面啊，然后该拄啊到餐厅下去。我这个学长。还有一个囡仔，两岁囡仔，真活泼的这个囡仔，伊第欢喜啊！每一摆啊，人咧拄啊，特别是因老爸啊，啊咧释放的时阵啊，咧拄一顶车，伊就爱去也去拄。啊，闽南啊爱拄啊，伊个无爱因爸爸啊，也是无爱任何人啊，伫伊边头夹伊头拄，伊要家己拄啊，因为感觉干呐，我要来帮衬。所以真趣味啊！你看到啊，这两岁囡仔行路都行无真在啊，但是伊就拄迄顶车，要拄，伊就出力的安尼啊拄啊。但是你看到迄顶车干呐？啊，安尼啊咧进啊，安尼啊咧行啊。原来啊，虽然啊，原来啊，伊爸爸伫头前啊，伊无爱伊爸爸伫边头咧拄啊，但是伊爸爸倒去头前啊，安尼啊来将一顶车来拖。所以这个囡仔以为啊，伊出力啊。伊有法通做一工作啊，其实皆是老爸咧出力啊。所以当我看到一百多岁的时阵，我想到讲基督徒真侪时阵啊，甲这个囡仔相款，真侪物件，咱以为我有法通做，我家己有做。无论是拄着困难啊，无论啊是伫书房顶面啊，咱感觉我有法啊，其实真正咧做工唔是咱啊。真正咧做工啊，是上帝安遐咧来感动人，上帝安遐咧开路，上帝安遐咧摆臂。
咱只不过是伊手中的这个器皿。咱话当中，个当的当大来交予伊。你是不是因为有一家当大，啊，你无法当脱困？无论是家庭的，无论是你的事业，还是个人啊，你所面对的遮压力，你有法当将遮交予上帝，予伊帮助你来解。所以一变一下，耶和华到如今啊，耶和华拢帮助阮，咱就怎啊哩？咱就认清咱家己无够格，唔通安尼只有什么外表的表现啊来欺骗上帝，富有其表欺骗上帝，甚至咱就看呐，认罪悔改归向上帝，专心祈祷，祈祷瓦靠上帝。然后咱认定并经历上帝的未改变，伊的信息未改变，伊的良善未改变，伊的带领未改变。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，讲到有一个人，叫做 Roger， 伊是天鹅的军人，所以当伊天鹅了后啊，伊要倒去啊，伊就伫遐啊，那叫做乞菜噶啊，就看卖看有啥车啊，有法通停咧啊，该载者啊。有十几顶的车过去啊，拢无停啊。然后伊就看到远远啊，看到一顶黑色的加迪拉啊，加迪拉是用大顶的车。伊知影这是好野人的车，所以伊就干呐，将伊手放落来。伊讲有钱的人啊，的确袂随便来载一个唔三八的人。但是当迄顶加迪拉车行到军医的时阵啊，就停落来，啊，就慢慢落，慢就慢啊，唔然啊，慢啊停落来。所以 Roger 啊，就赶紧走去啊。一走去的时阵啊，啊，伫内面啊，有一位男士啊，迄男士就讲：“你要去倒了啊？”啊 ，Roger 就甲伊讲：“啊，阮兜啊，啊，我要去的所在啊，离 Chicago 啊，诶，这个城哦，差不多一点钟啊，一点钟啊，诶，距离啊。”啊，请问你是不是要向芝加哥这个方向来行？那个人就讲是啊，你入来哦，哦，我法通载你啊，啊，将你安遐绑伫迄个所在，然后我阁刷落去，我会行到啊，我会骑到芝加哥。啊，所以 Roger 啊，伊就入去坐啊，伊坐落去的时阵啊，伊就介绍伊家己。啊，原来啊，这个啊，这位啊先生啊，吼，做 Hanover 啊。啊，这位 Hanover 先生啊，伊是伫 Chicago 安遐有生意啊，有一间公司啊，所以就伫遐来讲过啊，因感觉真什么投机啊，感觉伊讲真多。但是经过无偌久的时阵，经过几落点钟，伊就知影讲伊要到的所在 ，Roger 要到的所在已经真近咯。Roger 啊，伊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心伊内面啊有一个心内面啊有一个感动啊，伊讲伊就甲这位 Mr. Hanover 啊甲伊什么传福音嘛。但是伊真惊，伊讲我那该传福音嘛，伊是毋是会反感？伊是毋是会受气？但是圣灵继续直直感动伊，伊知影伊差不多停了半点钟的时间啊，伊就到伊所要去的所在，伊就他勇气来啊，伊就敢。伊就甲这个 Hanover 先生啊来传福音，等伊传了的时阵，伊就问伊，讲你要接受主无？你有爱相信耶稣基督？ Hanover 先生啊就叫车头啊，将一顶车拍咧边头。Roger 就讲啊，系咯，啊，欠债伊咧收起我咯，伊要将我赶落来咯，因为我爱传福音。但是停咧的时阵啊， Hanover 先生就甲伊讲。你有法通替我祈祷无？是的，主耶稣真疼我，我愿意来相信。所以 Hanover 就按下流目屎，所以 Roger 就甲伊三甲来祈祷，祈祷了，因就搁再开车来行。当伊到伊的所在的时阵 ，Roger 要落来 ，Mr. Hanover 就甲伊讲：你若拄好来到 Chicago， 你就来我的公司来找我。所以了，因就个人行个路。经过五年了后，啊，这个 Roger 伊也是啊，是这个小生意人。
所以有一日啦，伊要去芝加哥，伊就想着讲，哎，我去芝加哥，我就去找这个Hanover 先生。所以等伊到我到个公司的时阵，啊，伫个交谈，伊就问讲，啊，我要来找 Mr. Hanover 的做滴嘛？伊人就甲伊讲，对不住，啊 ，Mr. Hanover 无法通见你，所以有淡薄啊，安尼失望。但是佮人我讲，但是伊的太太，你有法通见伊？你要见伊无？所以罗杰就讲啊，会做滴啦。所以伊就甲这个太太安遐啊来见面。太太就问伊讲啊，你捌阮丈夫捌？你怎啊捌伊啊？你伫是捌伊啊？所以罗杰在讲哦，差不多五年前啊，啊，我拄好替我出来的时阵啊，啊，我搭这个便车，我就坐伊的车。阮安车里啊，有一段时间啊，阮都讲啊真投机啊，所以阮讲真侪话。所以这个太太就讲啊，啊恁讲什么？恁讲什么？伊就将伊的记忆的所讲，来讲啊。然后太太就讲，哎呀，我有无？恁国讲什么？恁国讲什么？罗杰就讲，我也有咧啊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向伊传福音。当太太也听到讲，伊对传福音的时阵啊，伊目睭啊就提啊真大堆啊。伊讲啊，你该传福音结果怎啊？用结果，伊就将车，伊叫车头将车，该停咧边头。我以为伊要将我赶落来啦，因为我该传福音嘛。我以为伊咧受气啊，原来唔是。伊叫我为伊祈祷，甚至伊流目屎而来认罪祈祷。伊却跟我讲啊，这日。是伊最快乐的一日，因为伊信了耶稣，伊真做上帝的兄弟。当伊讲安尼了的时阵啊，这个太太啊，伊规身啊，然后摇摇喘，伊就安遐大哭啊，大哭啊。啊，这罗杰就讲啊，看下子你咧好干啊。伊讲啊，阮丈夫啊，就是迄日载你了后啊，应该。你落来了后啊，无偌久啊，伊就拄着车的，然后伊就死去。这五年来啊，我真受气上帝，我将伊放在一边啊，我无要甲伊记，我无咧向伊记，都我无咧去礼拜，因为你知无？伫几年内面啊，我逐日为着我的丈夫的救恩向上帝祈求，但是伊无听我的祈祷。因为当我丈夫五年前伊结信的时阵啊，我才伊无信主，因为伊唔捌表示，也唔捌讲伊有信主，所以我受气上帝。原来我唔对了啊！原来我唔对了啊！我错怪上帝，因为上帝借着你来传福音来拯救伊。原来我上帝啊，伊是信实的啊！咱的上帝啊，伊的良心啊，临到阮的心上啊，唔呐临到我的心上，临到我丈夫的心就拯救。咱的上帝大有能力啊，用伊的力量来拯救我的丈夫。是的，咱的上帝。伊是大有能力的，伊是信实，伊是良善的。咱就来经历，伊是一变一下的上帝。咱就有法当欢呼，讲到如今，耶和华拢帮助我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是不是爱来挖苦主，爱来向伊祈祷，谦卑，让伊来引出你的道路？因为伊到如今，伊犹原要来帮助你，帮助我。咱来阿头三个祈祷，在你的祈祷中，你要向上帝怎啊来回应呢？你要向上，你有啥物帮助要上帝来帮助你？但是你要向上帝帮助，你是不是要帮助你家己？谦卑，和主完全来带领你。咱用几分钟向主来回应，来祈祷。
向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阿罗哩，因为你是一变一下的上帝，到如今你犹原帮助阮。主啊，阮愿意搁较多会经历到你的真实，偌多时阵，阮凭着阮家己的力量，要来面对一切。偌多时阵，阮无愿意安遐来接受你的帮助，以及阮拄着真多的挫折，阮拄着真多的伤心代志。主啊，阮愿意搁一摆俯伏交主你的面前，向你认罪悔改，无搁再靠阮家己，乃是靠着你来引导阮。主啊，阮有法通经历到你的信实无改变，经历到你的良善一直伫阮的身边，你的力量是阮有法通支持的。主啊，让阮一生拢行伫主你的引导之下。阮伫你面前会祈祷，会回应，关注你随听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Amen. Iyong narinig ang pagsasahim papawid ng ating Chinese program. Bahagi pa rin ng paghahatid ng mabuting balita ni Kristo para sa mundo.